荒天侯十号，德才兼备，心怀天下，故十国人皇之位传位于荒天侯十号。刻留此诏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啊！天下，贤使闻之。 人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父皇竟然传位给一个外人。 都是你的东西，十号，你胆敢当着陛下搞这些障眼之法，是想篡位吗？有我们在此，可不会任由你这样欺瞒天下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十九皇子，你会怎么想？黄天王，你胆敢谋反？对对，还不快自缚谢罪！十九，陛下。 你们在小世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传位诏书到底是真是假？十号，被人当面揭穿，还不赶紧领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想动手你就来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替陛下斩杀逆贼。嗯，正。 月禅仙子，三教一起辅佐石崇登基，此时也该同进退。那是自然。此事真假尚未辨明，荒天王很可能是受先皇一命登基之人，怎可容你等为故？黄天王，还不住手！ 陛下令你住手，如何还敢拒捕？十九弟，你就看着他们乱下去吗？这，你还不赶紧让他们通通住手！黄锦，十国的皇位不能落于外人之手，十号即便无心，也确有谋逆之举。此番定要先将其拿下。 拿下十号！陛下圣明，三教谨遵陛下旨意，替陛下清除叛臣。哼！搬弄是非，该杀！